等我一下哦。啊，没有音乐听，糟糕了。我歌可以听嘞。啊，应该跟小雨要 BGM 的，可恶。没有 BGM 可以听。我快吓死我了，白痴哦。有这超少 BGM 的，发现能听的不多哎。就这个吧。对。啊。我还想回去继续睡，我刚刚感觉是安眠药吧，因为六点的时候吃晚餐，然后六点半吃了药，然后想说小睡一下，可是哦头好晕哦，广告等一下哦，加个文字，进。Q&A 什么消息啊？而且我睡醒后声音变了哎，因为昨天还没有那么多鼻音，我的天啊！啾啾，动到手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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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流氓老板919生日快乐，法心普法心客。感谢艾琳续订，对不对？今天才是真的感冒出来了，都来了都来了。好啦，那等一下开始就是 Q&A 的时候。我应该是直接用念的，也不会把那个怎么讲，荧幕截取整个格式出来啦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好麻烦哦，这样不小心切到画面，那个荧幕全部跑掉。好啦，那等一下就是抖内还是怎样的话，就麻烦等一个问题差不多结束再那个再给钱哈，因为念东西念到一半，然后感谢完我可能回去忘记我要讲什么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头好晕哦，我想听我自己的声音，等一下哦，好奇现在声音是怎样。因为以前啊不，那卡重叠了，我们吵架了，等一下。教主万安，我准时来跟台，祝教主919生日快乐，希望教主感冒赶快好。感谢汤包包，抖内感谢无名。超级留言，反了吧？
感谢无名，感谢糖包包。哎，你知道我只是看问题哦，我都是先看问题再看人。结果刚刚就是下午在整理说有哪些类似重复的嘛，然后就是统一在一起问，统一回答。啊，结果我就看一看，就看到一个奇怪，这么 M 的人，该不是汤包包吧？一打开来看，哎呦，真的是哎。好啦，那来第一题是索尼克提问的，你看过的游戏比赛哪个部分最令你印象深刻？这个就是 S2 的 TPA 那个吧？当时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玩英雄联盟，应该说已经开始在玩了，然后刚好就是半夜就跟一群人在看那个比赛，刚好都是看的时候就是都赢。这样子，所以，哎呦，我还要留晚上的量，教主生日快乐，嘿嘿，感谢西敏。就对啊，那个 S2 TPA 的比赛吧，对啊，印象深刻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下一题是老 G 问的，以后会想多新增其他类型影片发展吗？例如美食、旅游、开箱。如果有话，想尝试哪一种？没有，我应该就是没有户外的啦。开箱那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啊，对吧？反正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有那种现实 Vlog 之类的。有抖内第二次说生日快乐。感谢艾琳。对啊，就可能不会有 Vlog 或现实的影片啊。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问的人让我很惊讶诶，因为他是第三个留言的，是米菲诶。他问说：“米菲可爱吗？”米菲哦，嗯。教主生日快乐！波浪服，波浪服，你说的抓时机很难拿捏。波浪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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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浪服。等一下，你看打架了，对不对？波浪，波浪，波浪服，波浪服。刚刚讲米菲可爱吗？米菲还可以啦。感谢多喜相。刚谁？没看到。感谢是定。啊，刚刚抖那个是抖什么？是老 G 吗？感谢老 G。问题结束，我接太快了吗？啊，不然等我全部念完嘛，不然我这样后置也很累啊。哦，雨续订，对，我知道是雨。啊，还有一个嘞，刚刚的抖内。好。感谢老居，感谢雨。好啊，下一题咯，先不要倒哦，下一题比较长哦。想问繁星教主怎么这么萌？哎，不是啊，看等一下哦，没有是舒服雷问的，他挂号哎不是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圈起这一个是因为不是要念前面的，我忘记了，我睡醒。他是问说对未来的道路以及频道的方向会有想改变吗？还是按照现在的步调呢？反正就真的是按照现在的走啦，之后会有转变，之后再说。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走到这一块来啊，对不对？未来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，所以留言是哪截的？就有那个。有个网址，可是现在那边已经截止了，所以应该看不到。所以舒服嘞，未来哦，不是，这一题有很多人有问，所以未来还不知道啦。反正就继续一直走下去嘛，不能走就换条路走，就这样。哦，对，那时候鱼竿就说我的声音很好听，我这个有刚刚有讲过吗？感冒的声音很好听。
好，要下一题喽。不然我回答十题，休息一下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这一题。那下一题第五题。其实我想学电绘，但好像画不出东西，只会草稿。差低。我想问的是，有什么八法比较快学起来？哎、欸。这一题是木瓜问的哦，他是说发法哦，不是方法哦，是发财的发。有什么八法比较快学起来？比较快学起来，就画画这条路没捷径啊。你真的要走捷径，除非你是天才啊。真的，我没骗你哦。来来来，我现在截那个，要怎么截图吧？可是这样。截好奇怪哟、哦！啊，你们有在兔窝的看一下 DC 啊，不，那个 LINE 好了，我这样最快，公审时间。来，公审时间。好啦，那木瓜的问题回答完了。好，下一题是骨锥问的啊，他是说他是从红白知道我的啦，因为哎、欸、前面几个都还没说是从那边认识的齁，木瓜是从团团那边认识的，来知道我的，然后舒服雷斯看你看。繁星教主生日快乐！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波浪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吵，可以吵。哎、欸，刚刚讲什么啦？忘记了。哦，舒服雷是从鱼竿的影片知道我的。嘿，好，然后刚刚骨锥是问说我是 M 啊还是 S， 然后他希望我是 N。其实这个问题，我其实对 S 跟 M， 我觉得我啦。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凡凡生日快乐，感谢无言肥宅订阅。我觉得后置再录音就好，还好啦，因为我本身对这个，因为人家说我是 M， 我会懒得去理他啊，说我 S， 我又 S 不起来，真的要 S 起来我也 S 不起来啊，然后硕士 M 我又懒得理他们，这算 SSM 吗？不知道。那再来下一题，第几题啊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快了快了快了。然后这一题是阿杯问的，阿杯是从菜渣那边开始知道我的。教主什么时候才要跟薯条再度合唱呢？有生之年会吧，你看我现在讲话他也不会再纠结了啊，他现在变得很奇怪了。然后他想对我说什么，我当时看的有点感动，可是看到后面打字我就觉得他很北齐。他说教主睡眠作息要好好调啊，你真的有时候睡太久了，久到我也好想睡那么久哦。干，这句话让我好想打他、啊、超白痴的。然后下一题是我们一个老干爹，他叫雪峰，应该是的、啊，应该这个人啊。他说淡水有推荐什么餐厅吗？淡水其实你要的餐厅都不在淡水河啦，都要会偏远一点，都要坐车还是怎样的？